厅成了录音间，我小三姐弟一字一句跟着老师念。心嘟嘟的主角，心嘟嘟的主角，爱迪。用一人工作室的形式，张锦麟已经完成六本课语有声书。在学校担任课语老师的他，以生活教育出发，写故事，教客家话。阿妹，阿妹，一起阿妹，谁儿子该天心？母语会没落，不是因为没有人会讲客家话，没有人愿意讲客家话。所以后来，我小朋友从国中开始，还有一读国小，我才真正去把他们教会啊。但会讲和愿意讲层次有别，书本上的叮咛小语都是鼓励，教学也需要毅力和方法，营造情境引导有时候得绞尽脑汁。他的小笑话短短的小故事短短的，我就把记下来，然后赶快把翻成标准客家话。另外的挑战是客家话的多元腔调，要满足各地乡亲的需求，张锦麟的有声书版本因此不断翻新。后来又有人说，哎，你只有苗栗的四件腔，没有我新竹的那个海陆腔啊，啊，又没有我那个大埔腔啊，所以第五本，我一口气把通通录完。不断默默耕耘，张锦麟用自己的方式为语言扎根。你想学客家话吗？你想学客家话吗？矮冬兄，我很想啊，好棒！有标准吗？有标准。靠一己之力录制有声书 CD， 张锦麟老师的努力其实真的就是一步一脚印，透过一字一句慢慢找回让更多人说、更多人听客家话的机会。唔想学客家话吗？矮冬兄，唔想学客家话吗？矮冬兄。